直觉和感受所展开的个人感情、心理结构和精神状态等的宣泄。而接受艺术作品的欣赏者也有理解、想象、共鸣、产生美感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。所以我们说，艺术和心理学这两项完全不同的学科会常常交叉和互相融合。我们在这一系列节目中将探索艺术，包括文学、音乐、美术，甚至芭蕾，透视艺术中所描述的人性、人的心理层面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心理学这个词 psychology 的起源，是从希腊文 psyche 而来。这个词的本意是吹气，上帝造第一个人亚当时向他吹了一口气，亚当就有了生命。人类自有了生命，人性和心理活动也就随之而产生。 psyche赛琪也是一个希腊神话故事里的女主角，这个美丽的神话一直是艺术家们争相描绘的热门题材，既有美术、雕塑、文学、音乐、戏剧等等，让我们张开思想的翅膀，飞往奥林匹斯山赴众神的宴席。曾经有一个国王和王后，他们有三个美丽的女儿，而最美丽的是小女儿赛琪。因为赛琪实在太美了，所以她的仰慕者们甚至忽略了对爱与美的女神 Venus 维纳斯的崇拜、祈祷和献祭。维纳斯知道了非常愤怒，他委托小爱神 Cupid 丘比特去惩罚赛琪。丘比特是爱神维纳斯和战神 Mars 马尔斯生下的儿子，他总是拿着弓箭张开翅膀到处飞。他的箭有两种，一种是金箭，一种是铅箭，被他的金箭射中的人就会立即堕入爱河，而铅箭射中的人就会产生厌恶。丘比特经常随意射出箭去，也造成了很多错爱。丘比特被派去用箭射蔡奇，使他爱上一个丑陋的怪物。赛琪的两个姐姐都已经结婚，而最美的赛琪却还没有找到爱情。父亲觉得她可能招致了众神的愤怒，就去到 Apollo 阿波罗神殿去请求神鱼。老国王得到的神鱼是有一条可怕的龙，口中喷出火和铁，它危害着远近的人们，而赛琪将是这条龙的新娘。新娘必须身穿白色礼服，有一队送亲的队伍把她送上一座山的山顶，
赛琪将独自在那里等待新郎。神鱼是不可违抗的，赛琪的父亲只有照这样举行了这个婚姻和死亡的仪式。赛琪独自坐在山顶上，因深深的恐惧而哭泣。西奔塞布瑞斯塞菲若斯把他带到一片可爱的草地上，在那里赛琪睡着了。这时候丘比特带着母亲的使命来惩罚赛琪来了，可当他看到沉睡中的赛琪，立刻被那迷人的美态迷住了，他情不自禁爱上了赛琪。丘比特把赛琪轻轻托起来，飞到空中，偷偷地把他拐到自己的宫殿里。女孩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一座奇妙的房子里，里面有金色的柱子、柑橘木和象牙的雕花天花板，装饰华丽的墙壁，以及镶有珠宝的大理石地板。看不见的七弦琴在奏乐，他听到一个声音说，这是你的家，你的丈夫在睡房等待你。维纳斯得知丘比特竟然爱上赛琪，他的愤怒可想而知，但是事情已经不可挽回，他只有提出了一项禁戒，丘比特只能在漆黑的夜里去和赛琪相会，而绝不能让赛琪看到他的形象。赛琪的丈夫每天晚上来，日出前就离开，不久赛琪怀孕了。赛琪很想念家人，而他的家人也渴望得到有关他的消息。丘比特就允许西风带赛琪的姐姐们来看望。当姐姐们看到赛琪住在这样辉煌的宫殿里，赛琪又向姐姐们展示他的珠宝，这令姐姐们非常妒忌。他们说，你的丈夫是一条邪恶的大蟒蛇，你不害怕吗？赛琪说，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样子，但是感觉他还是很温柔的。姐姐们说，你每夜躺在一只邪恶有意的大蛇身边，他的样貌一定很丑陋可怕，否则的话，他不会只在黑夜来临时出现，并且不许你点灯，有一天这大蛇一定会吞噬你。姐姐们给了赛琪一把尖刀，说，来，你拿上这把刀，等他睡着之后杀死他。这时的赛琪好奇充满了他的心，他要看看这位丈夫的真面目。深夜，丘比特睡着了，赛琪悄悄起来，去拿了藏好的尖刀，还提了一盏灯，来到床边去窥看。灯光映照出一位他所见过最美的少年在熟睡中。赛琪非常震惊和欣喜，又对自己怀疑了丘比特而感到惭愧。正在这时，一滴滚烫的灯油不小心滴在丘比特的肩膀上，丘比特被烫伤惊醒了。他们违反了维纳斯的魔咒，丘比特非常悲伤地飞走了。
赛奇愿意接受任何磨难来赎罪。赛奇四处流浪，他来到了 Demeter 迪米特女神的神殿。他看到里面有许多谷物、花环和农具，他就把这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。迪米特为了感谢赛奇想帮助他，但是他知道女神不能对抗同伴女神的，所以他告诉赛奇去请求维纳斯女神的原谅。赛奇来到维纳斯女神的神殿去请求宽恕和放回丘比特。那赛奇找到丘比特了吗？他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？我们下次接着讲。谢谢你的观看，如果喜欢，请订阅、点赞和打开小铃铛，也非常期待你的留言，我们下次见。